喺半日内发生两宗学生自杀案件，一名中四学生喺薄扶林嘅寓所内上吊，送院后证实失事；另一名中五学生喺元朗从高处堕下，现场证实死亡。据悉，两名事主分别因为学业问题同生活压力轻生。有社工表示，学生未必能够察觉压力过大，家人同朋友可以透过学生的身体。好让我冇睇过你功课啊，全部都系急嘅。你寻日做咩嚟啊吓？你以前成绩咁好，日日放学翻嚟温书，做晒功课。依家咧，你知唔知读咩学校啊？全港最好嘅中学啊！我咁辛苦送你入名校，你依家仲系咁嘅死样，你对唔对得住自己啊？而家系你读名校啊，唔系我读名校啊。学校朋友成绩全部都系你嘅，你觉得我读名校唔掂嘅，咁我咪转校咯。转间 band free 嘅，你满意未？你我出世已经系上天开嘅一个玩笑嚟嘅咋？四月一号嗰日玩你嘅咋？就算我今日死咗啊，大家咪当一个玩笑。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？我连我最喜欢的篮球都放弃了，为的就是读好书，不要辜负爸爸妈妈。但是我真的不是读名校的材料啊，我的学校已经被人揀好了，连我的人生都被人揀好了。究竟可不可以给我揀回最后的这件事？被灿烂时代埋葬，埋藏纯真与期望，年迈少女青春翅膀没法飞，沉下去浮游在大艳阁，有谁会怜悯她一次，珍惜她成熟得幼稚，却插上罪人旗帜，抱成人世间趣事，群众群众还向她飞移，玷污她这一个孩子，当初她信奉有个天使，生存有善意。Many organisms fail to survive and reproduce due to competition between them for limited resources, like food and shelter. In other words, there is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.Within a population, 有冇人唔明？冇人唔明，繼續下一格。Individuals with favorable character are better adapted to the environment. They have a higher chance of survival than the others. This idea is known as survival of the fittest. 醒啦，嗬？廢柴，垃圾！你知唔知你日日就係上堂瞓覺，你有咩用啊？你諗下你有咩用？你個腦諗下啦。你知唔知大班人想入嚟讀書啊？你不如退學算啦！你知唔知啲人啊恨咗幾耐先入到嚟啊？你只有坐喺度壓住個位。你唔好理我啦！我讀唔讀書關你咩事啊？你淨識幫住曬啲讀書好嘅同學，好似我呢啲咁嘅廢柴，你望都唔會望咯。我望都唔望，好啊！我一早見到你，走！有努力读书，运动又好，点解要憎自己呢？余恩南，
我唔系余一林，余一林死咗啦。佢净系活咗三年，小五、小六、中一。呢三年佢成绩好，人缘好，运动好，但佢净系活咗短短嘅三年。佢俾人活生生咁样杀死、撕裂再食咗。我话你知，佢甚至死咗第二次。佢俾人遗忘咗啊，彻彻底底咁样消失咗呢个世。你点解仲要再提起佢啊？仲有得翻转头噶，只要你而家继续努力，仲有希望噶。冇啊，有啲路你行咗就冇得翻转头噶啦。是全港最好的学校啊！阿爸咁辛苦先送你入去，你仲系呢个死样？你唔系叫人唔好理你嘅咩？你唔系失败者嚟嘅咩？咁你仲读咩书啊？吓！喂，余恩林，唔好放弃啊！即使人哋对你有几差，有几唔睇好你，其实仲有老师会支持你喺你身边噶。你一定可以揾翻以前嘅余恩林噶。余恩林，仲记唔记得我哋以前成班人一起打波嘅日子啊？虽然你后来退出咗篮球队。但是我哋都希望你第日可以重拾翻以前嗰种欢乐噶，加油！余恩林，我哋以前一班同学一起温书嘅日子，唔知道你仲有冇印象？虽然我知道你而家读得好辛苦，成绩不如以前，但系你嘅努力我哋都有睇到噶，你要坚持落去啊！我想退学。为什么？这个学校有问题。这个是精英的世界，正常人的世界。有哪个不是正常人？我不是个好的例子咯。他们觉得要成绩好，做精英才是正常人。那就由得他们继续做正常人咯。我宁愿做回我自己。哦，好啊。既然外面有这么多正常人想跳入这个大染缸里面，我又何妨借开俾佢哋入嚟？好啦，我要走啦。喂，13岁生日快乐喎！你14岁喎！你连自己几多岁都唔记得啊？
神射手你就好啦，次次 quiz 都咁高分，而家个个当你神咁拜啊！你啊神射手，到我星期一都射波。其实你咁叻，做咩转校啫？呢间学校唔食人，切，成班人都冇零头神嘅。喂喂喂，你睇下，系男神啊！你佢咪就系咧 ，Kiss 高分过你嗰个咯，你真系好靓仔啊！男神，你 F F 拍好啦，人哋有女朋友噶啦，老豆又有钱，高富帅，唔系你追得起噶咯。唉，人生胜利组呢啲机会同人生胜利组莫欺行咯，知啦，打你个波啦。你转咗工啊？系啊，可能做个唔正常嘅人，可能真系好啲啦。点啊？你读书点啊？嗱，你睇下 O 唔 OK 啦？咦，掂喎！你有冇练完波啊？系啊，篮球啊，太耐冇练，一开始都用咗一头半个月先追得翻咋。好啦，咁唔阻住你放学啦，下次再讲啦，拜拜。